大家好，我是苏贞慧，欢迎各位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危险。危险这两个字是我们熟悉的词汇，经常在生活或口语中会用到。那么危险在保险里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请大家先看看以下这两张图片。第一张，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吧？没错，那是台风来袭时气象局会发布的卫星云图。以这张图为例子，它是2018年山竹台风的卫星云图。当时大家看到图片中的台风结构非常完整，台风也清晰可见，所以都非常担心台风可能会对台造成任何的损害。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张图，这是最近这一年来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走势图。从图片中可以看到美元的汇率有时持平，有时幅度呈现较大的波动。那对于进出口厂商、保险公司或者是一般投资人，汇率的升贬可能产生利润，也可能造成损失，但是这些结果在事前是无法预知的。接下来我们回到保险学中所谈论的危险，刚刚所提到的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害，或者是投资人因汇率的波动而产生的损益，都属于我们所谈论的危险。在英文当中 risk 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危险，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风险，一般呢会用来描述对未来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或是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在我们保险学的课程中，我们会使用危险这个词，并依据定义将危险进一步分为广义的危险与狭义的危险两种。广义的危险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风险，指的是对特定事件它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发生偏差的不确定性。在企业经营、财务投资或者是政治领域，对于利益或损失的不确定性，我们通常会用风险来称呼。例如经营风险、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或者是刚刚所看到的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汇兑风险。狭义的危险是指特定损失事件在未来发生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个事件的发生只会造成损失的可能，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台风来袭。在保险学的领域中，我们面对的和处理的主要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狭义的危险。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危险本身具有哪些特性。首先必须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损失事件，第一个是否会发生，第二个何时发生，与第三个发生的结果为何，均事先无法确定。同样以刚刚所提到的山竹台风为例，台风接近当中，我们会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以下的画面。那从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对于台风实际的路径与侵台几率，在事前无法确实预估，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不确定性。狭义的危险所具有的第二个特性是必须有财务损失的可能性。这里所指的财务损失指的是经济价值的减少或者是灭失。汽车遭窃、房屋因火灾而毁损，或者因病住院的医疗费用支出等等。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财务损失的可能，那危险也就不存在了。最后呢，我们所讨论的危险必须属于未来事件，因为属于未来事件可能发生的或可能不发生的事故，才会有所谓的不确定性。如果事情已经发生或当下正在发生，那就属于已知的确定事件，这时候就没有危险的存在了。对于危险的发生，我们可以透过经验资料与统计方法
来推估它的发生几率。如同我们看到气象局估计台风登台的几率，那这个呢是客观的危险。但是很多时候，对于同一件事情，即使客观危险程度相同，每个人呢会因为自身感受的主观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行为与决策。所以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中，将经济个体一起对危险的主观态度区分为危险爱好者、危险中立者与危险趋避者三种形态。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这里有一个掷骰子的游戏，我们丢一颗骰子，如果结果呢是一点或者是六点，那我们可以获得100元的奖金。那如果结果是其他的点数，那我们一无所获。请问您愿意花多少钱来玩这个游戏？35元、20元、5块钱，或者是连1块钱也不愿意出？这个例子并没有标准答案。简单的说，当人们愿意出的金额越低，那越属于危险趋避。以上空中大讲堂和各位谈的是危险的基本概念。今天的空中大讲堂就到此结束，欢迎各位下次继续收看。各位同学好，我是苏珍慧，欢迎来到保险学的空中教学讲授。从这个礼拜起，一连18周的课程，我们将一起学习保险学的基本理论与相关运作。今天要和同学们探讨几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危险？我们如何定义危险？第二个，所谓的危险三要素指的是哪些？第三个，危险的分类。第四个，当危险存在时，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又增加了哪些额外的成本？首先，我们来定义危险。在英文当中有 risk, R-I-S-K 这个字，通常翻译为危险，也可以翻译作风险，是人们在生活中广泛的用词，用以形容对于未来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或者担心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在我们保险学的课程中，我们会采用危险这个词，并将危险的意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说明。广义的危险指的是对特定事件它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发生偏差的不确定性。同学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强调的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可能差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狭义的危险是指特定损失事件在未来发生的不确定性。与刚刚不同的是，在这个危险的定义中，我们在意的是可能造成损失的事件，也就是我们一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那我们从上述狭义的危险的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危险的三个特性。第一个，它必须为不确定性。那我们所谓的不确定性，指的是这个损失事件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发生的结果为何，均事先无法确定。以数理的观点来说，就是损失事件的发生我们称为随机事件，也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会介于0与1之间。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件必然发生或一定不会发生，那就没有所谓的不确定性，危险也就不存在了。那如同这张台风预测的报道，对于台风是否侵台、何时侵台、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我们事先无法确认，所以也就存在着危险。而侵台的几率则需依赖专业的判断。在课本当中，我们另外提到，对于实际与预期的差异，能给予客观衡量标准时，那我们称之为客观危险。
主观危险呢，则是属于个人主观意识的不确定性，它会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所差异。接下来是危险的第二个特性，它必须有财务损失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损失，指的是经济价值的减少，如汽车遭窃、房屋因火灾而毁损，或者是医疗费用的支出等等。如果没有损失发生的可能，则危险也就不存在了。最后，危险必须属于未来事件。如果是过去已经发生或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故，则属已知的确定事件，也就没有危险的存在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几个与危险相关的名词，也就是危险标的与危险三要素。这是课本第一讲的图一之一，其中圆形的部分是危险标的，又称为损失暴露单位，指的是暴露在遭受不确定损失情况下的有形或无形的客体。我们的身体、生命或财产属于有形的危险标的。那另外呢，因为侵权行为或对他人债务的担保所致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则属于无形的危险标的。那危险三要素则包括了危险因素、危险事故与损失。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危险因素。危险因素呢，指的是足以增加或导致特定危险事故发生的状况或条件。以一栋建筑物为例，房屋的建材、使用用途或四周环境等等，都是这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的危险因素。那危险因素的存在，有可能提高危险事故发生的几率，也有可能扩大损失的幅度。危险因素主要分下列四种。第一个，实质危险因素，是指实质存在于标的物本身或其本质上可引起或增加损失条件的物质条件。例如，道路因雨湿滑易发生车祸，建筑物的建材不良导致地震时较可能坍塌，或者是森林地区因天气炎热干旱易发生火灾等等。第二个，道德危险因素，是指由于个人图谋榨取保险金的企图，而以不诚实的恶意行为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的人为因素，属于无形危险因素。个人企图诈领保险金而纵火烧屋、虚报损失、蓄意自杀或谋杀等行为，皆属于道德危险。第三个，心理危险因素，是指由于人的不良习惯或疏于注意的心态所产生而增加的危险事故的可能性。心理危险因素也属于无形危险因素，它与个人心理状态有关系，例如乱丢烟蒂、疏于保管财物或火灾时心存观望等等。虽然不是故意，但仍有可能增加损害发生的几率。第四个，法律危险因素，是指因为法令的修订或者制定导致损失发生机会增加的条件。我们个人或企业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或时空背景从事活动时，对他人侵权行为的赔偿会因当时或当地的法令规范或新闻舆论压力，造成这个法律赔偿责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危险三要素的第二个是危险事故。危险事故指的是可能造成危险标的产生损失的原因或事件，也就是造成损失的事件。危险事故包括三种。第一种是天然灾害，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天灾，所以包括台风、洪水、地震、土石流等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灾害，也就是我们可能担心的危险事故。
那第二种呢是人为事故，那人为事故就是因为人的一些行为，那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一个疏失或者是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那第三种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物的本性。那物之本性是指说物品本身因为它的一个自然的性质，那它可能发生了自爆或者是自然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它自己的性质而产生的事故，那这个是属于物之本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危险三要素第三个是损失。那损失指的是危险标的因为危险事故发生而导致它的经济价值的减少或灭失。进一步呢，可以分为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与额外费用等三种形态。那直接损失呢，其实指的是这个事故造成的这个标的物本身，那它的直接的一个毁损，那这个是直接损失。那因为这个标的物的毁损而产生的额外的损失，那我们把它称之为间接损失。那如果呢，我们有另外的费用要支出，那这个就是属于额外的费用。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有一个房东，那他有一间房子出租，那不幸呢，这间房子发生了火灾，所以第一个，他的房屋的一个损失就是他的直接损失。那因为房屋的毁损而造成的租金的损失，那就是属于间接损失的部分。那除了租金损失之外，他可能因为自己的使用没有办法使用，而必须要到外面额外的一个租房子或者是住宿，那这个就是额外费用的部分了。好，所以我们回来课本图一之一的部分，那简单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危险因素的存在，它会促使危险事故发生，导致危险标的的毁损，那进而造成我们的各种损失。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危险的分类，那我们可以依照危险的不同性质而有不同的分类，我们接下来一一说明。首先，如果我们依危险事故发生的经济结果，我们可以把危险呢区分为存损危险与投机危险。存损危险我们又称为纯粹危险，它指的是仅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可能的危险。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火灾或车祸等等这些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都属于存损危险。那简单来说，存损危险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损失与无损失。那一般来说，保险主要的承保事故就是存损危险。那另外一种呢，是投机危险，它指的是这个危险事故发生的结果，除了损失或没有损失的可能外，还有获利的可能。这种危险呢，也称为广义的危险。那一般我们就会以风险来称呼，例如我们投资股票的市场风险，那企业拓展市场的经营风险等等，那个这就属于投机危险。好，接下来第二种分类方式是依照危险事故的性质，我们将危险分为静态危险与动态危险。静态危险是指因为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动或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危险，例如火灾、地震、机具操作不当导致意外伤害等等。那静态危险发生的结果只有损失与无损失两种状况，所以同学们就可以依照刚刚的存损的定义来做一个分类或做一个评估，那我们就知道说静态危险本身它其实也属于存损危险。那再来呢，我们透过这个，我们谈到静态危险，一般可以透过所谓大数法则的运用，用统计的方法来估计它的规则或者是几率。所以除了巨灾危险之外，通常我们商业保险的经营对象主要是静态危险。
那动态危险指的是因为社会、经济、科技或政治等因素所导致的危险，例如军事叛乱、金融海啸、科技创新等等。那动态危险呢，它其实包含了存损危险与投机危险，它并非个人能力所能操控，也没有办法以统计的方法来测出这个规则性。那大多数的动态危险没有办法作为商业保险的经营对象。那当然，同学们也可以思考看看，当我们在谈动态危险的时候，我们谈到金融科技本身，它其实也属于动态危险。那为什么呢？因为或许我们大家可以推测说，那金融科技的发展本身，它可能会影响到某一些传统的产业的经营，那造成这些企业经营上的危险。那接下来呢，我们依危险事故的影响层面，我们可以将危险分为特定危险与基本危险。特定危险指的是危险事故的发生只会影响到社会群体中的特定个体的危险，这一类危险的来源都是个别事故，如车祸、火灾或个人伤病等等。所以简单来说，个别 特定危险其实它影响的是我们少数的个体。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基本危险。基本危险指的是危险事故的发生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体，或者是社会群体中大部分个体的危险。那这类危险的来源是经济波动事件，或者是天然巨灾，例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海啸，或者是地震等等。一旦发生，那通常会造成相对大规模的损失，或影响到大多数的人们。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基本危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危险是不能够由我们的商业保险公司所来承担的。那通常呢，必须要透过政府或团体的力量来共同分摊。那接下来是我们依照保险标的的性质，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危险分为人身危险、财产危险与责任危险。那人身危险指的是我们人的身体或生命因为死亡、意外伤害、失能、疾病或老年等等的危险事故而遭受财务损失。财产危险，那指的是对于个人或企业所拥有、使用或保管的各种有形及无形的财产，例如不动产、动产、证券、权利或信用等等。那因为某一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而造成了财产经济价值减少的危险。责任危险呢，则是指因为个人或企业的侵权行为或违反契约的行为而造成第三人遭受人身、财产或权益上的损害，在法律上，行为人必须负有赔偿责任的危险。例如，开车违规撞伤、机车骑士，那这时候驾驶人对于机车骑士的身体伤害与机车损害，依法需负担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那这个就属于责任危险。接下来，我们依危险的可控制程度，我们分为可管理危险与不可管理危险。可管理危险，亦称可控制危险，是指人们对于危险本身的形成原因及条件皆能清楚认识，而加以预测并采取各种危险管理措施来控制其发生或者减低损害结果。反之，不可管理危险是指危险本身是由自然环境或外部因素影响而形成，那人们对它的形成原因不了解，以致无法预测及控制。接下来呢，如果我们依商业保险可承保与否，我们将保险分为可保危险与不可保危险。简单来说，
可保危险它是可以由商业保险人承保的危险，那不可保危险当然就不能由商业保险人来承保了。那我们其实会在下一讲进一步提到，保险是危险管理措施的一种。那我们刚刚提到可控制危险与可管理危险，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可保危险其实它属于所谈的可控制的危险的范围。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介绍危险成本的概念。那危险成本呢，它来自于因为危险的存在以及危险事故的发生所必须承担的费用支出以及预期利润的减少。那我们将进一步把这个危险成本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指的是为了因应危险的存在而实际承担或支出的经济成本，它还可以包分为下列四个小项目。第一个呢是预期损失成本，它是指用来指引特定危险事故的预期损失，也称之为损失成本。那这个损失成本的定义呢，其实我们会在下一章的内容再做进一步的介绍。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损失控制成本，是指为了减少损失频率或降低损失幅度而采取的危险控制措施所需的费用。第三个是损失融资成本，它包含了保险费的支出、提存的准备金以及其他从事我们所从事的其他的危险理财等措施所发生的费用。那这边所谈到的损失频率跟损失幅度等等的定义，我们会在下一讲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第四个呢是其他的不确定性成本，也就是说除了刚刚所谈的损失控制、损失融资的成本之外，我们可能会有其他额外的非预期的成本的支出。那再来是间接成本的部分，那间接成本指的是因为危险的存在而衍生的额外成本，它是一种间接负担，它包括下列两种。第一个呢是危险的忧虑成本，它是指因为恐惧及焦虑而引起的生理与心理的紧张。那第二个呢是资源的曲解成本，它其实是我资源本身的额外的支出或者是不幸支出所产生的。那它包括了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必须经常保留的大量现金或者是货币性的资产准备，造成了我的资金不能有效运用，长期投资的意愿降低，以及资源分配不当或者是缺乏效率。各位同学，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重点是了介绍了危险的定义、危险三要素、危险的分类与危险成本等内容，请同学们回去可以好好复习。那我们保险学第一讲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